你好，我是北京雪岭科贸的高峰。我们在代理这个意大利的 Masters 登山杖已经有很多年了，这次有机会呢在这里做一个介绍。那么这个登山杖呢是有三节，可以看整个登山杖呢都是意大利原产的。它是外面是碳纤维，然后里面是铝制的，非常轻，整个的重量只有160到170克。杖头是一个泡沫的，非常轻，它的重量是非常轻的，这个泡沫的，然后有一个可以调整的带，然后呢杖身呢有这个自动锁死的系统，你可以看到它锁死以后是非常紧的。然后再是前面这个头呢是有一个高级的碳金属，这个是非常耐磨的，而且非常的结实。下面呢是有一个可以更换托盘的一个结构。那么整个登山杖呢是全部是意大利原产的，价格在中国，我们在中国已经做了有5年了，然后这个价格是非常有竞争力的。现在在中国所有的体系中都有销售。